欢迎大家收看虎哥游戏。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奥特曼游戏。首先我们有请光之国太子泰罗奥特曼闪亮登场。今天我们泰罗奥特曼又解救五兄弟，但是出现了一个小电兽，长得有点像袋鼠的小电兽。看咱们泰罗奥特曼这个脚上功夫还是相当厉害的。小电兽这个胸肌蛮发达的是吧，还用胸膛啊一而再再而三的挡住了咱们的黑腿。哇，人家发电是吧。我去，这招漂亮是吧，你竟然来了一个降龙摆尾，咱们就发个火过去看一看是吧。哇，又发电了，小伙还是挺嚣张的是吧。吃我一招，一拳没打到他是吧。又来了，哇，降龙十八掌，这家伙这个降龙十八掌厉害是吧。我再发个火，小李漂亮，这一下我看你还能站起来。咦，还站起来，送你。哎呀，这是什么鬼，金钟罩铁布衫吗？好像不对，好像是个传送阵，这个怪兽竟然传送跑了。但是咱们这个五兄弟还是没有解救成功，又来了一个花里胡哨的小怪兽。这个怪兽还是蛮厉害的，比刚刚那个小电兽要厉害得多。哎呀，啊，这个飞镖扔得有点浪费了，是不是？咦，这家伙竟然会割挡，是吧？你别笑，漂亮的一个过肩摔，再来一个飞镖啊，好像又没打了。后摆腿，漂亮，再来呀，走你，我跳。哎呀，这一下跳的有点过分了，啊，不好，有。